哦，这样，五康宝了，五康宝了，天降，欧啦欧啦，我去啊，妈的啊！吼吼，缺猪啊，你的经济啊是看老师哎、欸，你缺的会不会太？你是缺猪还缺钱啊？阿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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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，Oh my god， 留一只，哦、oh, ，差一点点。消一个颜色，基本上它就 不会那么痛哦。哈哈，无小心点 combo。好、哦，请记得哦，我打的关卡既然如果有它那个难度的话，你们打起来应该会更难。所以这个可以评估一下，到底是不是要解成就了。剩下队员神魔有差共鸣，没神魔三路比较好。对对对对 ，Jackknight 没说的没有错，所以我没有说绝对了。这个先给他处理掉了。好，阿赫阿赫上大力啦，阿赫 ，Oh my god， 哇操，好痛的感觉。跳，哎、欸，露西亚阿比跳，靠背我冲那么快啊，还有一回合啦。没记啊，圣经应该亏了才对啊。这10%哦，没错。靠，又缺猪，干老师哎、欸。我你缺猪缺得很夸张哎，真的。弄掉你，弄掉你！谢谢白大哥一叶知秋，是因为你刚刚问问题是？对不起，因为我是看到问题直接回答。都还没开哦，这是个好机会哦。干，真的要这样吗？我觉得这次有点危险哎、欸，一波带走好了，真的，一波带走。这次不要跟他玩了，这次我刚叠珠叠了好几次，都不会GG哎、欸。哦，好像这边有叠到，吓死我！真的哎、欸，好硬哦、喔，叠珠扎不死啊，一定要开一波啊！多少血？我看一下。460万哦，460万。哎、欸，我刚刚为什么不开妲己、欸？哎，冲他小、啊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为什么不开妲己、啊？好，算了，当作没看到哈、哦。神一万技能重置哦。叠珠哦，叠那个木珠哦，看哦，是木珠哦。哎、欸，因为比较难的，所以我特别 highlight 出来这样。再一次啊。
漂亮啊、哦！第五关，飞战又讲铜啊、哦，铜哈、哦，除一下技能哦，各位。这边做五连珠，就是准备要一波弄走的意思。这珠子分布的不是很漂亮，我已经到了这一关了，又是带点气，我们改哈，改哈。我看一下，不能看太久，看太久会那个齁。哦，救到齁，你有看不？再来一个。One more time， 拜托，卖戏底下，拜托哎，你别的地方死就算了，这地方不要死。好、哦，出来，安尼，我特懂啊。过来姐，干，就是在看天降就好了。干，我又贪心了。哎、欸，大姐还没跳哎、欸，不用贪心，没机会开。因为你们在看我玩，其实你们觉得七 combo 很简单，可对我来讲有点困难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转六 combo 就是很困难的。看起来是这个位置啊，哦哦，五康波，哦，你跳了，林老师哎，干，我马姐，我靠，把算电子附身很难打哎，不两秒转出，干，我跟你亏的，我来跟你客气的，下一关我来出技。干，我就看不出有点少哎、欸，再干一个哦 ，Oh my god！ 干开大七六 combo， 干，无人有得，无人有法度啦！我跟你讲，真正是无人有法度，开大几人开六 combo， 他这关再熟悉就好了。我刚刚怎么不开嘞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25600，我打到他了。要开什么？兄弟加龙科，那、啊、来不及，我先按下去了。Oh my god， 四 combo， 我太强了我。靠北，这话都四 combo， 我干嘛干？这几件话都四 combo。其实我是在做节目效果，下一关附加教主技能装置又限两秒转，
哦，这时候，哎，对，懂吗？就开了嘛。我是有用意的，绝对不是失误啦。刚才抓呀，神奇司机，他好神奇呀、啊，敢对不？哎，这做速雄哎呀，对不？很正常的一件事啊。靠背，差点忘记他是两秒转珠啊。带走，双重电击腐蚀，我只能说太佩服你了。你可以把我珠子削到这么没有珠可以用，干胜利熊！叠珠啊，天降一个新珠啊！哎，不是黑的啦，靠背啊，你削错颗了。不是那一颗新珠啊！哦，这队有个好处啦，因为我放妲己除了转珠以外，就是对回复力啊，所以这边还可以再磨一下的意思吗？是这样吗？maybe， 哦，尽量流星啊！靠背啊，我做什么站的没干？这队看露娜没有用，对啊，露娜没有用，没错，这队看露娜没有用啊，我只要藏住他的真伤而已。干没撸过去，新珠，我要新珠啊！哦，啊，没关系，哎，干他是 CD 耶，靠背啊！哦，靠北啊！他是 CD 耶，按强化水木盾，下一关哈，按强化水木盾哈。好，你可以 get 到了，你可以 get 到了。水木，操，这个有问题呀、啊！缺水缺木，拎老，缺水缺木，拎老干得好，你能够完成这样，我真是佩服你，真的是佩服。由衷佩服，我真的是佩服你。好、哦，有了，你在死啊你！两回合，我想在这一关除一回合的技能，因为进下一关我就直接被开锤了、哦。干，好像还是有点危险哎。算了，我直接开好了，按强化水木盾。水木啊！你要死！哦，哦，哦，专属攻击，同属吸收。我求解，金刚盖。我靠，第十关哦，缩时两秒，又光安盾手下进水火木，因为我没有常驻真伤了，我变成只靠这一只跟这一只啊，这三只啊。不晓得这样锤下去会不会死哎、欸？不要开技能。不要开技能啊！我现在直接转，会被吸多少血啊？然后再被锤一下多少血啊？看有人可以解答吗？
我这时候不锤，靠北啊，有点矛盾哎，我不知道打下去多少血。有人可以跟我讲吸多少？开龙科，对，我觉得伤害不够啊，我觉得伤害不够啊，我宁可不攻击，这个不行，一定要攻击啊，要光暗盾啊，全部消完。哎、欸，什么叫全部消完啊？你脑子全部消完，我马上跟他脱脱哎，加龙科不会死啊。哎、欸，最后关是500万哦，等于是这一关。光暗全消、哦，我也想啊，干，我知道你脑中有完美路径，可是我没有哎、欸，干，这样你太困难了，靠北啊，可以撑哦，可以撑是不是？不会吸血，不会吸血吗？会啊，会吸血啊，会啦，会吸血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吸血加上他捶我一下，那个最后是要开妲己，一定是要的啊。两组按一组五光 ，OK， 阿斯卡，你确定吗？两组按一组五光、啊，我是这样想啊，干，可是干有点难度哎、欸。啊，你有跌不？啊，有跌住哦。啊靠，背右边没跌到啊，龙科，魔鬼比赛啊，干。因为倍率的问题啊，因为倍率的问题啊，靠背啊，干！一度一宿啊，我不是的，我没有死。应该可以带走他吧？干，你一定要玩这么刺激吗？操！这不用看啊，一定要留，王冠一定要留技能啊！阿尼亚，来极限了、啊，来对决吧！啊，不要残血！啊，灵量不用灵量了，一波带走了，全面灵量是谁？这边全面灵量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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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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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靠北啊，玄冥能量不行欸，CD 不够啊，哦干，这打比较痛欸，不是两秒啊，三秒转出啊，干，不开我也是死啊，开了也是死啊，就是开了之后再看，哦靠！一条一爆发，第一条不用开技能，你是丢啊丢啊！我开这只没有用啊，神魔啊！所以我开的是有开没开是一样意义。对啊，玄冥灵量是给最后要给最后关啊，我缺一只啊，这边 CD 3欸。啊、哦，开妲己，哦，我懂意思了，对，可以开妲己哦，对，忘记了，谢谢你们，开妲己最后关玄冥灵量开下去，哇，就没有水火木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开妲己，这个是虽然说不知道开啥小哎、欸，不过我们还是开一下，开，来吧，谢谢你们了，今天晚上高潮就是这个时候了。干，怎么那么巧、啊？光暗刚好各五颗哦，这么巧。啊，傀儡啊！啊，傀儡啊！阿林老师，干几 combo？ 我刚有叠住，叠住，哦，我叠住，叠住，我叠掉，叠掉。开亮，开亮，开亮！给亮 ！Oh my god！ 啊、哦，我心脏要停啊！叮！各位，决胜负的时刻来到了。
到底平民百姓是否能够一波打出5,047,890的血量，就是有个7,890的血量。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的，我看起来左右两排要进空，但升华撕掉，干这盖这盖可能盖困难哦。等下升华进是不是有伤害啊？有点忘记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伤害，不要三七是不是？好好，不要三七，我尽量我尽量。干这还要升华剑哦，到底要不要剑啊？他妈的！干我搞得很刺激耶！我看一下 combo， 干我觉得升华刺好像有点不太有把握耶。应该是可以，应该是可以，我试试看升华刺是不是。来喽！好悲啊，干盖七 K， 哎，不对，只剩三秒哎。对，好加载，我有看到。九局下半，现在两好三坏球，平白信将投出这最后一颗，到底是否会好球呢？起床啦！嘟嘟嘟嘟嘟嘟，起床啦！最好啦！升华剑鸟，干这两秒，我干嘛干？有点危险呢、欸。我觉得不要两秒、欸、我就正常转就好了，连剑我都不排了。好啦，这样好了，投票好了，一要剑，二不要，好不好？一剑二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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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别看不太低，我干我就觉得一个三康普的分，一剑二不要，一剑二不要。三秒哦，三秒、哦，干，好多人说要一哦，干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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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半一半呢，大概是一半一半呢，一剑哦，来个剑好了，来个剑好了，干，可是真刺激耶，我是想这边起手啦。然后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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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就一剑了。看一下，哎呦，好家在我先看路径啊，好像会失误哎。撸过来，可能只能一把剑哦。按起手不好吗？按起手，哎呀，我结束的位置不是在按的位置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操，这个有刺激了，因为我结束的位置不是在按呐、啊。好了，我看一下按可不可以。不行，我结束不是在按。左上按起手，露娜第三颗，露娜第三颗拉，三剑露娜，露娜第三颗拉，哎、欸，不，我只讲不，只升华二年，我只升华二年，没有剑，对不起。左上按起手，往右转一圈下拉五光，就一排星了。对，我是这样想啊，但是我的结尾不是按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结束不是按啊。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录一下、啊、一排星，你的那个路径跟我想的是有一样，可是我最后结束的位置啊，我想一下哦。干，我这样想很久，等一下转一定会出错嘞，靠北啊！干，不能想那么久啦。啊，我知道。好，不要想太久，不要想太久。哦，这样。五康宝了，五康宝了，天降！欧拉欧拉欧拉 ，Kia Maria！
你尿湿要不要洗？他还没死，他还没死，我也还没死，我也还没死。他还没死，我也还没死。等一下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他还没死，我还没死。现在是鹿死谁手还不知道、哦。有没有光？有没有水火木？没有水火木哦，没有水火木哦。重点是没有水火木，有没有得开？没有得开哦。干你老师，哎，这 ticket 就丢了。靠北，太刺激了，这太刺激了。界外，阿斯卡说的没错，现在是界外的一个现象，应该是妥妥，我看起来应该是妥妥，我看起来应该是妥妥了，应该是有机会。这一只棋手往上就两颗，就两组了，再搭配一下应该是没问题。啊，少一组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欧了，欧了，欧了 ，KO！ 呜呼！哇，水啊！谢谢你们。哦，干，干，几百年前面，我干，玩梦也玩到他妈的。哦，感觉我告拍鬼了，林老师，要不能弄这种成就啦。平白星在最后投出了好球，三振出局。我去下半，平白星守住了这一局了。干，他界外球，错解。哎，到底我是打击还是投手啊？其实都可以啦。